师娘你好，大家好，好，我是黄阿玛，是是是，你姓黄哦？我姓黄啊。哦，我以为你姓麻，我不是姓猪哦。我以为你姓麻，叫麻辣。我们的麻辣妹哦，哎，为什么你的身材拢保持遐好？嘿，腰瘦内蓬，脚撑顶扣扣。哦，身材有够赞哦，所以叫麻辣妹。哎，对。为了维持这个麻辣妹的封号哈，那我们刚欧贝姐，真的哈，嘿，之前我问他怎么保持的，他跟我说早餐一杯咖啡，然后呢还有配什么香蕉吗？香蕉，然后呢还有麦片吗？哦，麦片，对对对，麦片，我每天都有吃燕麦片。安尼这三行，安尼三顿，安尼吃，你有法度无？嗯，嘿，我无法度，安尼不够。哎，什么？晚上按摩，哦，那个儿童不宜，嘿，你们网络上没有听到，那个现场才听得到。哦，她老公在台下说，晚上要靠老公帮她按摩。嘿，哪一种按摩呢？这个就18岁不宜哈。嘿，好，我们的马姐呢？哈，卡扎的这个新店。对，我在台北新店。是哦，辗转哈，然后又在我们的师资班待过，然后呢，现在又跑到台中。对，嘿，因为跟着。嘿，我是拍摄工，我是说跟着老公的脚步走。你自己要说管的被租片来台中，好是啊，被租片来台中。哦，对，将来为情为爱个一生，安尼吼一生就嘿，未歹啦，未歹啦，对啊，嘿啊，未歹啊。上部嘛捡到一个迄个牧师，对无？嘿，好，今天刚刚老公帮你唱了那一首吗？对不对？对，今天可以说老公吗？男朋友？老王哦，哦，老王好啊。他呢？老王要配什么？小，那不就变麻辣三了？喂，我白讲，嘿，我真改，我叫麻辣恰恰。哦，嘿，今麦改啊，改会着啊，对不？对，今日听的啊，非常的开心，麻辣恰恰，敬请期待哟。对，刚刚那一首歌呢，《为情为爱吼一生》，是我们麻辣妹的金曲，好，第一首金曲，对不对？是，我的第一首金曲。那现在你要传唱谁的歌？传哪一位大师的歌曲？朱红敏，松板猪哦，老王的歌哟，老王的歌，老王的歌，小猪哥的歌哦，我们来听看看，换女生来唱这首哦，什么歌名？伤心暖歌，来，掌声欢迎，谢谢。